全部拿出来。当年我在南生，一个打三个，瓦解了他们整个犯罪集团。这是我，你不可能没听过吧？厉害厉害，我困了。我是朱福龙，一个体重66.4公斤的 policeman。我得嘞，我得嘞。那疑犯才150斤，怎么就让他跑了？全部都给我靠边站，身份证拿出来。お前何言ってんだ。やるくれ。I know who you are. Just get out of my town. 我要坚持下去。